来，我们欣赏我们的师姐为我们精心所表演的这个节目《炫耀我》。好，Om Mani Padme Hum.
到今年的三月，到今年的五月都有仁波切来帮我们来修持火供，到现在都没有停止。那我们希望这个法的因缘能延续下去，为我们所有采莲观音所有用香的人、用炉的人、用灯的人能祈福，一切圆满，一切自在，一切吉祥，一切如意。虽然今天有很多人没有来参加我们采莲观音的法会，但是因为我们热忱，我们的诚意，我们的菩提心，我们希望说没有来参加我们采莲观音法会的人，一样能接受采莲观音的祈福和祝福，接受这个加持。 也祈愿法界众生，一切能够圆满如意。那我们最后，我们还要请仁波切为我们讲几句话，替我们采莲观音加持加持。阿弥陀佛。好，谢谢。下个月，六月二十前有没有？我22号出国。梅珍师姐。梅珍师姐。喂，阿弥陀佛，各位金刚师兄，今天我们采莲观音的祈福法会，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采莲观音，因为采莲观音的愿力，从采莲观音的后方，采莲观音喜真怀珠的坛城延伸出来的白色祈福所有我们采莲观音用香的人身体健康，黄色的坛城祈福所有用香的人事业成功，红色的坛城。 祈福所有用香的人，人缘广大，功德无量；蓝色坛城祈愿所有用香的人，业障消除，智慧增长。因为有采莲观音的每夜的祈福法会，我们今天从上午这边的会供，再到外面的佛供，都是为了我们采莲观音所制造的这些香品。 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香品，就是我们采莲观音的成品。在今天法会期间，都在接受这个加持。我们采莲观音的香，首先有这个还香，还香我们有习斋的香、真意的香、怀尔香、诸将的香，我们有做24小时的、4小时的、2小时的，以及我们这边有做立香1尺3、1尺6的。 啊，这也是习真怀珠的五种。另外，这边有做习真怀珠的香粉。习真怀珠香粉有白色的观世音华藕香，黄色的准提祭台香，蓝色的地藏满愿香，红色的阿弥陀佛采莲香，就是弥陀采莲香。 啊，绿色的是习真怀珠香综合的，另外我们有藏密的五大财神卧香、盘香、粉末，以及我们的树供粉，以及我们的火供包，以及我们的烟供粉，以及我们采莲观音延伸出来的习真怀珠香。
这是我们所制作香品在今天的法会一一的加持，祈愿彩莲观音能让所有用香的人身体健康，事业成功，人缘广大，智慧增长，业相消除。另外在我们彩莲观音的除了这些香品的加持以外，另外有后方的还有这个彩莲观音香粉啊的加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金刚师兄，我们今天彩莲观音祈福法会，我们外围的彩莲观音的坛城就由彩莲观音显像观音为主尊，后方有习真怀珠的坛城，因为有彩莲观音的习真怀珠的因缘，就衍生了有彩莲观音习真怀珠的坛城炉。那我这边看到这边有习斋的坛城炉，这边有真意的坛城炉，这边有华爱的坛城炉，这边有珠匠坛城炉。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基本的坛城恩供炉，就是这个塔下方有莲花宝座，上方有习真怀珠的坛城，在坛城的上方有七宝陀罗尼咒，就是一切如来心秘密前身设立宝切印陀罗尼经的经文啊，打印在这上面。在塔的上方有八吉祥，在八吉祥的上方有习真怀珠及摩尼宝坛城。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来点香，这香粉放在坛城当中，借由七宝火塔的力量，让我们供养坛城。借由供养坛城，让我们修持到恩供的祭之法。所以有坛城的佛塔，就是出自于一切如来心秘密前身设立宝切印陀罗尼经的经文。那我们在这边介绍这个塔，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因缘看到这个塔的人，他功德福报无量，所以也希望有因缘的人能拥有这个塔来供养，得一切福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说金刚师兄弟，今天因为彩莲观音的祈福法会，就有这个因缘来向各位来介绍彩莲观音的七宝火塔。彩莲观音七宝火塔在正面是习斋坛城，在我们的左方是黄色的真意的坛城，在后方这边是华爱坛城，在这一边是三角坛城。大家可以来看，在这个坛城当中有恩供塔，自小塔中出大香，引来历界法界众生。我们彩莲观音的香坛城塔是24小时都有做恩供，为所有的人用香的人日夜24小时分分秒秒在做祈福。所以拥有彩莲观音坛城塔的人，就能接受我们彩莲观音的，就如同我刚所说，显像观音为你祈福。显像观音在为我们的祈福当中，同时又化现为习真的怀珠炉，有小的坛城炉，这些有坛城的坛城炉，有内坛城也有外坛城，内坛城都有习斋的坛城，这可以四十二尊的习斋本尊可以祈请进入为我们修持加持，让我们病痛解除。同时也有真意的坛城炉，真意的坛城就是有财神宫殿，就是准提菩萨的宫殿一样的，来可以让我们方便修持财神法。另外我们红色有华爱的坛城炉，这华爱坛城炉有莲花宝座在周围，就如同阿弥陀佛坛城是一样的，这是属于华爱的坛城。祈求华爱坛城可以让我们所有使用炉的人人缘广大，功德无量。那这是珠匠坛城，珠匠坛城内坛是一个三角形的珠匠本尊坛城，可以拥有五十八尊的这个本尊坛城，可以护法尊可以进入坛城接受我们供养。所以说在密系里面，烟供是以习真怀珠为我们修持的主要依据。那这个绿色习真怀珠有智慧剑、金刚杵、摩尼宝及莲花，上方有法轮，内有习真怀珠的坛城，这是一个很好一个烟供坛城炉啊，大小适中，可以点粉末，可以点四小时、两小时盘香。那
下方有我们习真怀珠的烟供坛城炉，这个是习真怀珠的烟供坛城炉，这个坛城炉内都有七宝佛塔的坛城，也就是一切如来心密前人生舍利印宝切陀罗尼经所写的自小喇中出大香云，香气盈光周边法界，心悟广要广做佛事，也就是让你念佛持咒啊。这个每个坛城我们都有这个坛城在里面啊，这个都有坛城，今天都已经点了香粉哈。那这个是属于七宝佛塔型的坛城，就是一切如来心密前身印宝切陀罗尼陀罗经在里面。这个塔供养有无量功德，如果你身体不好、事业不好啊，你的功德不具足，就是前世没有做很大的功德，那你可以来供养这个七宝坛城塔，让我们啊增加了福报。这坛城宫殿就如同供一个塔庙一样，所以是无量功德。接过来我们来看这边还有比较方便法门的一个坛城炉，就是它属于观音菩萨唵嘛呢叭用坛城炉，这是小坛城炉，一样分了五色，这是中坛城炉分了五色，可以来做烟供哈，来使用可以点香。另外我们坛城的卧香有七寸的卧香，卧香炉内有七摩尼宝及莲花宝座及这个大悲咒及这个八吉祥，内有坛有习真怀珠的坛城，也是五个颜色，那大家可以用这个来点焚香、点粉末、点卧香啊，都是很好。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看，就是这边还有我们的所谓的八卦本命炉，这个八卦本命炉一样在我们的内坛里面有习真怀珠的坛城，这属于观音菩萨的习真坛、习真怀珠的坛城，哈、哦。那这个上坛城有大悲咒及五行观音的这个木火土金水的。